声援的自救会团体，希望能够有继续有信心这样。那我们请第二个是桃园机场 A 七捷运站的自救会徐玉红徐大姐这样。哎，大家好，没关系哈，记者可能大家很忙，因为我们时间有拖一点，那我简单讲一下事实哈，我们机场捷运 A 七的事实。上个礼拜到目前，中介公司都打电话来问说，我们的土地还有一块土地，你要不要卖？那我就说，为什么你们要收购？他说这边已经涨价到，原来就是全值的11.5倍，政府收购价钱是3万多块，现在的11.5倍。等于30几万，还没有配地。我要讲的是，政府这样子一直圈地，不是炒地皮吗？政府常常说建设，但是建设是踩在人民生命财产上去建设，我不知道这样有意义吗？还有，内政部在1月23号说召开听证会，但是我告诉各位，他都说回答我们 A7 是个案，大埔是个案，台南铁路也是个案，都不予参加听证会的内容，不适合哈。所以说这个政府如果举办听证会也是假的。然后昨天跟前天在台北有一场公民论坛，跟香港的都市更新彭龙山大哥讲一句话，跟大家分享。他说现在是一场地产霸权跟捍卫家园的大战，就是从可能是2008年开始，我们人民几乎天天要走上街头。我不知道我们的政府给予我们什么样的前途。今天如果我们所有的人家都被铲掉，没有了土地，我们要在哪里安身立命？谢谢。好，谢谢桃园机场 A7 捷运站的徐永徐大姐。那桃园